但比这个薄多了。嗯，那个成品有在那个桌子上，你可以看一下。你是为了增加难度啊？这个试验过了。那下面应该有个磁铁比较好一点。有磁铁呀。那个后面翻过去之后，它吸住了，它在跑的时候不会震。哦。那一天。对。哦。这台机器的自动端就没问题。它的自动端原理是什么？从外面动。这个原理跟那个原理不一样，我这个是视频刀，拿下来是个弧形刀，不一样。因为要上下两个一起割，所以也是要。对，它要把，它是把剪完，缝完之后那线呢，最后一圈的时候线要绕上去嘛，它一个叉子扣着那个线，那个线就形成一个三角形。这边是两根，这边是一根，这边是一根底线，一根面线。